san si t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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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 ti hom。密宗道次第广论，四是共赞，五一供养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讲怎么样子供养的。它这里面都有印，还有供养的这个赞跟记。这个供养的东西啊，原来啊是要求啊要除魔的，有的时候是除烦恼的，那么要清净的，等于是我供物清净，自身清净的这种意思在里面，增长微光的，增加自己的法力的光明呢，跟威力的啊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。那么《苏悉地经》里面讲啊，用供养的咒语及各部真言清净，应该要这样子修啊。像密教里面的所谓的八供，也有这个21供，也有37供啊，供养的方法是很多的。那么最主要啊，还是花、香、灯、茶果。那么它有锁印，有也有它的供养记。那我们这个真佛密法的这个供养锁印呢，五种供养锁印，大部分讲起来都比较上比较符合于事实。藏密的供养锁印呢，跟我们真佛密法的供养锁印有一点差异啊。真佛密法的供养锁以前师父教的是发呢，好像就结莲法发，这个形象就像一朵花开放的，也就是莲花开放的手印。花香，那么这个香呢，你看这三个指头啊，就像插在这个香炉上的三支香一样，花香。那么灯就像蜡烛的啊火啊，灯花香灯。茶就是水了，水啊是用这样子表示，果就表示果实跟叶，果叶这样子，果叶啊。这个生活中的花香灯茶果五个手印，花香灯茶果啊，就是五个手印。但是这里面这个中哥巴祖师所讲的啊，各个不同。在西藏啊的地方，你说洗澡是很重要，洗澡是很大的一个供养，因为那里缺少水，所以他们经常供沐浴水。我所谓沐浴水，以前很多人都问我什么是法水，八供里面有一个法水，法水其实是很简单的，就是水再加上肥皂粉，就叫法水，会法的水，再擦在身上会法的水就是法水。大家说法水奇怪了，难道是 water ski 吗？就法水啊ski water ski 啊，那个前面有一条船拉着后面一个人在划水，不是那个划水
这个滑水就是沐浴水，就是肥皂粉的水，就叫做滑水。所以你说刚刚开始的时候啊，这个中哥巴祖师啊，他就是这样子讲的：小指跟无名指向内腹勾啊，这个二手中指变数，食指勾触第三节上，二大指腹其侧结宜家印，这个就是供养印啊，这个就是在做供养了啊。我们平时结供养印就是这样子结，这个就是供养印。那么有一位大师讲这个是祈福印，那是福寿八道啊，他以为大家都不认识这个很有名的供养印。供养印就是供养印，祈福印就是祈福印，是不一样的啊。那大师以为啊，刚刚开始啊，没有人晓得，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供养印，很容易结。真活密法里面每一次修法都要做供养，就是结的就是这个供养印。今天呢、啊，中哥巴祖师所讲的赤小指无名指向内腹勾，二所中指变竖，食指勾触第三节上，二大指腹其侧结宜家印，这个宜家印就是供养印。所谓宜家印呢、啊，都叫做相印呢、啊，宜家就是相印的意思，都是叫做供养印。诵印善事薄伽梵，请降临住此，受我宜家供，唯愿正知我，敬仰于世尊。又以本尊作后加持阿甘扎帝萨所哈，贡献宜家。这个就是结供养印，首先一定要结供养印的。我们念的是啊，悉弥四周遍日夜，化诸之珍宝供养佛啊。他这个偈也可以这样子念，那么也可以，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念。偈是随人家写的啊，这个前人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念，那么你高兴怎么写你也可以怎么念。总之你供养所有活菩萨，你的偈，你想怎么样子供养你就怎么样子写，写得越美越真越实在越好。所以便不一定我们要照着他这样子去念的，所以这些偈都是写出来的，就写得越优美越真越诚越好。再来呢，这个洗脚啊，他们这个供养也有洗脚，这个洗脚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。佛陀也曾经给人家洗脚，释迦牟尼佛啊，有这个弟子啊给佛陀洗脚。那么师尊啊我本人也给人家也洗过我的脚，我就只有一次，我这一生当中也是只给人家洗过一次脚。一辈子也给人家洗过一次脚。那么我说好像是现代人啊，现代人好像给人家洗澡的也蛮多的，什么三温暖啊啊、三温暖四温暖五温暖，我不知道是几温暖，总之也听说也有帮人家洗澡的，可惜我没有被人家洗过。只有洗脚有过啊。这里面呢、啊、供养活菩萨的浴足水很重要，洗脚。因为在西藏的习俗啊，天很冷，天气很冷，有些人偷懒就洗个脚就好，可能活菩萨本身也偷懒，所以他洗个脚就好，洗脚就